满天点四道菜啊。没有几口吧，我想喝这个，想吃牛排，主食肯定得吃啊。你点了吗？招牌很必尝啊，每日限量，你看这个是吗？三个，等我再点。等会儿口水掉了。大琪，你真的是，他毫无包袱哎。对啊，好可爱啊。来吧。谢谢谢谢。哇哇，这看起来也有点好吃哎。来吧，肯定得来了，开动吧。开动了，开动，从现在开始，别说五分钟之内谁也别理谁。别动。这么饿，不是，你想想他刚刚有多么的艰辛。对啊，要我也这样。好酷啊，好直接啊，好喜欢。你吃那个吗？橄榄吗？嗯，我不吃。我朋友很喜欢吃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第一次吃，感觉太奇怪了。但好，这个味道，就是，你可能每次一吃这个，你能想到这个朋友。就是有个东西不就叫那个时间胶囊吗？就是你在公路旅行的时候，一路上只听一首歌，然后你十年之后，就是这十年之间完全不听。然后你十年之后再放这首歌，你就会把当时所有的画面都在脑海里重现。嗯，就是音乐是会让人保存自己的记忆很长时间。真的啊，音乐对人的影响会这样子的。会。是的，就有一些歌，前奏一响，马上你就是那一段生活就在你眼前就。对。你要不要把这块鹅肝吃了？哪块？这上面有块鹅肝，这是这个饭的一个精髓。哦，他把精髓给他。是吗？对，如果我觉得你把这鹅肝吃了，这份饭就不算浪费。这怎么跟我奶奶一个理论啊？吃不了先把贵的吃啊。吃不了先把贵的吃。是啊，谁要听奶奶啊？销售员告诉我，先吃鸡肉串。对对，是啊，你要是鹅肝吃完你还不饱，你就把这松露吃一吃。刘老师，听老师的准没错。别叫老师了。你平时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吗？就给人感觉压力不大，很舒服。哎，多会聊天的。嗯，不一直是这样，就很好相处嘛。对，就无论男生女生都会有一种时候，就是肯定不想在别人面前丢脸呀、啊，或者是想，就是在你面前可能敢更肆无忌惮一些。就是那么做自己吧，用简单一点就是。啊，那很好，我起鸡皮疙瘩哎，瞬间。嗯。对，因为我自己可能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个特别有戒备的人，可能就让对方也觉得放下戒备也是 OK 的。嗯，啊，这个很好。嗯，对。这句话说的好有水平啊！哎呀。感谢。谢谢，今天很开心。我也很开心，就摔得有点惨。好棒哦，好希望继续延续哦。对啊，他们俩可以吧？我希望。嗯。哎呀，真是挺舒服。我觉得大琪在他面前比跟张晶相处的时候要松弛，我感觉是得到了更多的回应。嗯，对对对，是这样。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
就你们觉得就是有一点紧张是这个恋爱的开始，还是这种松弛的感觉是恋爱的开始？如果这一切都变得太绝对，都不是很好的方向，就是这他们那个这个部分是有点特别的。他们虽然是可以这么放松，但他们也不会因为这种轻松感就没有来电的感觉。嗯，因为有些轻松感会直接很像哥们儿，很像朋友，可是他们又不是。嗯，他对其实一点紧张都没有。对，嗯，交流的氛围比较轻松。对对，嗯，其实我刚开始会觉得那个溜冰场会突兀，对，可是我现在发现好像这是好选择，因为感觉好像他们在这个中间感觉更靠近了一点，而且没有包袱啊。嗯，但他又大大咧咧的，那个私底下他好体贴，他又帮忙注意车上有没有掉东西，对，然后问他说你吃东西有没有忌口，就他还是有细腻的一面，对，全是细节。虽然我们以前没有那么类似像这样的节目给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突然我看到喜欢的，我会更紧张，然后那个紧张就会看起来更高冷，别人会这样觉得。其实我是用那个高冷可能在掩饰我的紧张啊，对对对对。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越喜欢，对不对？我越不敢理他啊，可是人家就会觉得好像我讨厌他，因为我看起来脸很臭。可是其实没有，是因为我真的就吓到要死。高中吧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我那时候真的暗恋一个女生，我是班长嘛，那时候篮球打得还不错这样，然后就每次升旗我就要带那个队，带队，然后不是去升旗什么，然后每次就会瞄到那个我暗恋那个女生，然后我暗恋她整整三年。你暗恋人家三年都不说？哇哦。可是那时候我很 enjoy， 就是每天看到她我很开心，就真的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大概就是那时候上学，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赶快去升旗啊这样子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很需要时间了解的一个人，你是而且你很需要被了解，因为我跟 Jerry 认识的时间真的很久，透过这个节目我听到他去剖析更多的他自己，我觉得真的反差很大，然后我觉得你要打开让大家都知道你其实是怎样的人。对，因为太可爱了，我就很想打开这样。终于投篮了。哇，她好漂亮啊。猴哥来了，来了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等多久了？挺久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交一个作业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来我就很开心。啊！哇哦，在这里。哎呀，撸猫。你好。你好呀。我们要撸猫吗？对。我们直接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这边要穿个围裙，然后换一个袜子就可以进了。嗯。这绿色的。嗨。跟您衣服挺配的。跟我穿搭还挺搭的。我也是。他这个袜子还是小猫爪的，对，我喜欢这个。哇哇，好多猫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好可爱哟！哎呀，这只和这只应该是布偶吧？怎么都是布偶啊？这家店它以布偶为主。小飞。走吧，咱们过去喂他们。我觉得猴哥好适合穿围裙哦，为什么？体贴的那种感觉。哇哦！哇！等一下啊，兄弟们，不要着急。来，你来喂喂他们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哎，这个好舒服啊！他一直在扒，再扒了，再扒了，给个可爱的小猫。哎呦，可爱哟！嗯，这个小狗，你刚吃了一个，我记住你了。你也吃了一个。哎呦，你好凶，不给你。好可爱哦！你小时候喂猫吗？我们家养了一条那个小的布偶。什么布偶？哦不不不是布偶，我家养了布偶，小的比熊啊，小比熊。其实布偶跟比熊的体积差不多大。对，然后他们的性格也挺像的，我觉得。然后比熊也很可爱。对，给你吧。好，我家的狗叫，就是市面上会买得到的一种可乐。你怎么知道？